抗疫情指挥中心宣布，今日无新增加本土韩国新冠个案，当然新增加一例境外独特的个案，其中有六个是突破性感染。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今日宣布，25起是注射疫苗 A 剂疫苗满八礼拜经验，无论由登记罗登组的疫苗，都做台采接同医院主管罗登组 BNT 也是莫德纳疫苗。亚哈全世界上市的国际新冠疫苗，唔但上副作用多，没可能出现突破性感染。台湾医院研究开发出新的批判式新冠疫苗，离通风性验已经证实，做得有效对抗 Delta 病毒，减少突破性感染。内政部疫情署今日宣布，考虑到国内疫情，亚哈有较大的高危群体控制，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防疫政策指示。十一年26起时，国家公园基本内的散步进行疫情工作措施，出售量会比较增长。法国总理潘公司21表示，卡斯提克斯的资金是用心反应，加下第一次组隔离动作，下后会继续工作，不过会持续隔离生命。比利时政府没上面，法国总理卡斯提克斯资金是用心反应过后，是同期接触的比利时总理戴克鲁同时的辅助，20名隔离检疫。